帕塔德林寺，这是帕府的一个重要圣地。传说佛陀降临到这地方的一座山柱壁，以观察格塞城的地理形势，随后说这里很适合建立城市安家驻营。观察这个字，北部当地方言译为林，因此所驻壁的那座山被称之为雷林山。雷林佛塔位于超海佛塔的东南方向约3公里，距离庄正佛塔东北方向约4公里。